憨楼，友友们，看好多小伙伴让我切水球，那就来切吧。这个玫红真的好美啊，捏一捏 QQ 弹弹的。那就来切这个透明的吧。切球的部分就没有声音了，因为水喷的到处都是，吓得我尖叫了。你们看我切就好了，不要轻易尝试切水球，真的会爆的到处都是水。再来一颗粉色的吧，也是一样好 Q 弹啊。切的时候手都在抖，不敢切太快，好怕它爆的到处都是水。呜、心